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48页倒数第四行，本品开章明义，其第一句直曰：诸真实慧，此一句子乃一切妙行之大本，为无量人天开证也。我们就读到这里。经文意思很深，前面我们学过阿弥陀佛发宏誓愿，其目的是慈悲怜悯心，他曾经参观考察过210亿佛刹，210亿是表法的，代表的大圆满，也就是说，虚空法界，过去未来，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他都去看过，一个也没漏掉。那么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美好的，他通通采纳，一样不舍。凡是不善的、不好的，他都不要。48愿是这么来的，48愿不是自己想的，全部都是事实真相，从这个地方看到他的趋势，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是法藏比丘，参观考察之后得到这个结果，愿从这里发的。发了愿之后怎么去落实？如果不能落实，这个愿是空的，那么他无界这么长的时间真的他落实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48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它不是一个虚构的。方老师看到这样的经文，他说这个非常实际，符合科学的精神，不是自己凭空想象的，每一面都有真实理事做它的基础，这个才能让人家相信。成就之后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要帮助诸佛刹土六道里的众生，这六道是最苦的，
啊，如何帮助这些苦众生呢？离苦得乐。啊，而且呢，帮助他呢一生成就。这个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伟大事业啊，一切诸佛都不能比，所以诸佛推崇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是事实真相。阿弥陀佛甚至名归啊，不是别人对他一般的赞叹啊，他完全是事实。那么这些地方呢，我们要学习啊。我们今天要成立一个家庭，有没有去考察一切其他人家庭，多去看看人家家庭哪些好的我们采取，不好的我们不要，你的家庭就变成第一家庭啊。我们的社团有没有曾经细心去考察过别人的社团啊？那么再扩大啊，你这一个城市啊，你这个县市长啊，你上任的有没有去考察其他的每一个城市，好的城市不好的城市都要去看看，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我的城市最好的城市啊，国家亦复如是啊，这负责任的真干的真是为人民的 啊为苦难众生的。极乐世界时候，无论是修身齐家治国啊，平天下，都应当向他学习啊。我们觉得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刹土里面成就最伟大最了不起的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他是集一切刹土美好之大成啊，不是神话了啊，道道地地踏踏实实求来的啊。他的老师啊，那是指导他的人，世间自在王如来啊。这个学生真干真听话成就这样伟大的事业，我们今天展开军舰，怎么个学法？一定要懂啊！啊，他的终极目标是一切皆成佛。啊，他真做到了，只要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啊，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它展现出来的那就是十方世界最好的最圆满的是什么呢？教育啊，他的教育成功了，教育非常认真啊，每一天讲经教育，而且还利用像现在讲的高科技啊，我们高科技不能跟他比啊，他六尘说法啊，树也说法啊，风也说法，水也说法啊，鸟也说法，没有一样不说法，让你想不听也不行啊，无论你走到哪里啊，你都听到他在说法，全是阿弥陀佛法音宣流啊，
不但说法，而且还能叫你看到实际状况，看到佛国度，看到众生，啊，诸佛的刹土，啊，诸佛的教化区，啊，设法界。每一个佛刹的设法界，你都能看到，你都能比较，啊，确实。极乐世界第一了，阿弥陀佛是最好的老师啊，诸佛都是老师，老师当中的典型，老师当中的模范啊，这还得了吗？啊，一切诸佛都得向阿弥陀佛学习，学习他的精神啊，学习他的慈悲，学习他的智慧。啊，所以我们想家庭幸福，想邻里和谐，啊，社会安定，啊，国家和睦，天下太平，第一句要记住，主真实会，没有真实会做不到啊。啊，从我们个人身心健康来讲起，没有一样不是真实会。真实智慧太重要了啊。啊，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教学来的。啊，阿弥陀佛自己天天讲经教学没中断，还有一班助教。啊，助教是谁呢？除了十方诸佛之外，啊，十方诸佛到极乐世界去讲经教学，天天有啊，很多啊。啊，再就是不处菩萨、等觉菩萨，那是阿弥陀佛的助教。小本《弥陀经》上所说的“住上善人”，住上善人就是讲的不住菩萨。其数量之多，不可思议。啊，所以一切诸佛如来为阿弥陀佛宣传。啊，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这就是宣传的。我们念这个经啊，是释迦牟尼佛宣传极乐世界的小册子。啊，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劝我们到那边去成就。为什么在这边难？太难了。啊，虽然开了84000法门，我们根性不行啊，烦恼断不掉，业障消不了，那你就不能成就。连个小乘须陀洹，啊，大乘初信位的菩萨，都要把见惑断干净，才能证得。就这一点，我们一生都做不到。啊，我们这个身界能断吗？边界能断吗？边界今天讲的相对，我们就知道，初信位的菩萨真正做得了无我，他不知这个身体是他，他与任何人不对立，与任何事不对立，
与一切万物不对立。清净心现前了，没有成见，所以才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我们有成见，有我的想法，有我的看法，就不能随顺众生。初信的菩萨了，刚入门，小学一年级啊，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都没有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干净了。我们做不到啊。啊，释迦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跟释迦佛没有两样。啊，家家都是这个标准，没有例外的。啊，佛陀的伟大是伟大的老师、导师。啊，证得究竟圆满的人，他的身份啊，天人师、老师的身份出现了。啊，释迦牟尼佛，这是讲教区，他教化的范围。啊，这个范围里面有天王，你看二十八层天有天王。啊，有鬼王，他有鬼道啊，有地狱道啊，有鬼王，有罗刹王，可是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虽然讲人天，那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懂，因为极乐世界真的有诸天，释迦牟尼佛会把天王告诉我们。啊，他的诸天呢，就是修因。我们这个世界要升天，要修上品十善，四无量心。在这个世界修上品十善，四无量心，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成天人。啊，相当于我们这个诸天的天人。啊，修禅定的，就相当色界体，是这么个意思。他那边确实没有，那比照这边来讲的啊，那么在这边断了见惑了啊，就是小乘初果啊，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他就不在凡圣同居土，他在方便有余土啊，所以他那里不叫十法界，我们这叫十法界，他不叫十法界。你从这些地方细细就观察，你就了解了，极乐世界没有六道，极乐世界没有十法界，完全是比照我们这边啊，修学的等次来说的。啊，那个世界是个平等的世界。啊，是个学校。有老师，有学生。我们看到就这两种身份的人。啊，进入到那边去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菩萨。啊，一品烦恼都没断，也是菩萨。啊，什么菩萨呢？阿惟越致菩萨。
不是普通菩萨，阿惟越致菩萨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他加持给我们的，依他四十八愿，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我们，让我们智慧、神通、道理，跟阿惟越致菩萨平等，这个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啊！慈悲到极处啊！就像是。这个人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有大财富，他把这些地位财富完全给他家人共享，是这么个意思，不是自己修得的。那么在极乐世界天天学习，慢慢自己也开悟了，那时候就修得了。虽然修得也得到弥陀的加持，不是说你修得了阿弥陀佛就不加持你了，不是的。连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弥陀都加持，如果不加持，华藏世界文殊普贤带领着那么多化身菩萨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肯定是去接受阿弥陀佛加持嘛。阿弥陀佛不加持的话，他们就不会去了。连等觉菩萨都得到加持，加持平等。真的是上面到等觉，下面到无间地狱，通通加持。这个阶级在我们娑婆世界是非常不平等，从等觉到阿鼻地狱，苦乐的受用不一样，差别太大了。但是在极乐世界享受是平等的，无论是智慧、神通、道理，一切享受一律平等，平等真法界。这个平等呢，平等就是共产的。极乐世界是共产党啊，阿弥陀佛是共产党头头啊，搞共产要向他学习啊，他是真共产，不是假共产的，没有一样不平等，平等以谁为标准呢？以阿弥陀佛为标准，智慧向他，道理向他，神通向他，受用像他，快乐像他，样样都像他了，这个了不得了。到什么地方去才能找到这么一个人？找不到了。一切诸佛如来里头只有这么一个，慈悲到了基础，智慧到了基础。所以诸真实慧这一句是一切妙行之大本。我们讲从我们自身身心健康、
幸福快乐，讲我们个人家庭啊，社会国家世界再扩大到宇宙，助真实慧是根本。啊，真实智慧从哪来的？从教学当中才能普及。啊，所以这是让我们想到啊，古代这些大圣人怜悯群众啊，他们在迷呀，没有开悟啊。啊，这些智慧的人帮助大家，啊，教导大家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普遍的向上提升呢、啊。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啊。啊，极乐世界之所以这么美好，就是在教育。教得好，教学没有中断过。啊，永远不中断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快乐无比。事出世间，最快乐的事情是学习。啊，特别是学圣教啊，学圣人呐、啊，啊，佛是圣人当中的大圣人呐、啊，啊，因为他住真舍之际。世间圣人没达到这个境界啊，有智慧，有真实之力，但是没有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只有佛有啊。为什么？因为真实之际要放下起心动念，世间圣贤没有放下起心动念，甚至于分别执着都没有完全放下啊，只可以说他们对于这个淡泊啊，不是完全放下啊。声闻缘觉全教菩萨还可以算是世间圣人，为什么？他没有出离十八界，出离十八界才真正叫出世啊，脱离世间了啊。这是要彻底放下。佛说的很清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佛法平等啊，这平等的基础啊，啊，平等的理论呢、啊，佛法肯定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佛法对于变法界虚空，这个虚空界一切万事万物形象离世因果彻底明了啊，没有一样不清楚，
这是真实慧眼。啊，这是要有好的老师教，自己依教修行，啊，才能成就真实慧。真实慧是自心里头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诸佛如来讲经教学，完全是帮助大家了解事实真相，然后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你就真的圆满了。啊，大乘教上佛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成佛了，成佛有什么得的？你得到什么？什么也没得到。啊，为什么叫什么都没得到呢？你看极乐世界得到了，阿弥陀佛得到了。阿弥陀佛是自心弥陀，极乐世界是唯心净土，还是自己心里头本来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所以说无所得了。啊，所以佛说了一句话了：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切法是心想生。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通通是心想生的。啊，现在发现心念能量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啊，心念的能量能生万法。啊，这个我们要懂啊，要明了啊。啊，你有真实智慧，你看这个世间事，你才看到圆满，你才看到真相。没有真实智慧，看不到啊。啊，世间事是无常的，没有一定的，千变万化。啊，随什么变化呢？随众生念头在变化。如果这个地区有圣贤人教，啊，它越变越好。如果没有圣贤人教，越变就越差了。三字经上讲的，性相近，习相远。那圣贤教育是什么？圣贤教育尽量把你拉近，啊，从习性把你拉回来，回归到本性，本性本善，习性不善。啊，圣人做事没有私心，啊，念念呢为大众，不是为自己。古时候妖王圣王天下为公，真是宣贤育能啊，他的继承人他自己用心去选择去培养。你看尧玄舜啊，培养将近30年了，把
国君的位置让给他，啊，真的是贤人，啊，没有一点私心，爱国家，爱人民。啊，全心全力，认真负责。啊，念念是人民的福祉。啊，尧。啊，舜，传给禹，亦如是啊。啊，禹为什么传给他儿子？他的儿子真贤呐，啊，真是个好人呐，啊，得到人民的拥戴呀，啊，以后这就变成家天下，啊，这个有原因的。圣人因时制宜啊，家庭上避免争端，目的是让社会安定啊，让长子继承，这大家没话说了啊。可是这个继承人如何去培养他？啊，这个就是真实智慧了。他一定是理解国家最有道德的人，最有学问的人，啊，立他为三公啊。三公就是三个老师啊，教太子的啊，就是负责培养下一个朝廷的接班人啊。这三个人，一个是太保，太保管什么呢？管身体、饮食起居啊。今天讲身心的健康啊，不能没有好的身体啊，饮食起居这个东西太保负责照料的啊。第二个太傅，太傅是管伦理道德教育，今天讲的精神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啊，第三个是太师，太师是管教你政事，将来怎么样推动啊这个国家一些大事啊，是教这个的啊，讲政事太师来教啊。你看周家，武王死了，武王的时候立成王是太子，武王死的时候成王只有10岁啊，他的叔叔摄政，叔叔是太傅，周公啊，太师是姜太公，姜太公教他治国的方法啊，叔叔周公教他伦理道德，还有一个小叔啊，太保啊，教他怎样养生啊，这国家的贤侄
到处去打听啊，举出来陪着太子的陪读，就是半个学校，王公大臣的子弟，优秀的子弟啊，社会上好的孩子一起来读书，底下一个朝廷。一直到他们能够办事了，这政权就交给他们了。那么他们的班子，这个接班都是受过最好的教育，长时期的栽培，所以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长治久安呐，没有人争这些位置，圣人不争呐。圣人如果要争，那孔子他有能力呀。孔子学生当中人才济济呀，什么样人才都有。搞政治的，搞军事的，各方面人才都聚齐。孔子周游列国，想找个一官半职，诸侯不用他，不用他，怕他。他底下能人太多了，万一他来的时候，要搞个政变的时候，那不就麻烦了吗？这是孔子会不会搞政变？不会呀！他要用武力的方法来夺取政权的话，真容易，他不是不能做。决定不开这个风气。不是正规的手段去夺取政权，这事是有罪过的，不能做。孔子决定不会做。周游列国之后回去了，回去教学。搞教育。释迦牟尼佛聪明，诸佛如来都是如此，决定不搞政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个个都是教学。教学不是言教啊，身教啊。把身教排在第一了。自己没做到，不能要求别人。要求别人也不相信你。所以教学的人要先行其言。想一想，我有没有做到？我没有做到，不能说。这个就是教学对学生负责任，不能随便说话，这才是个好教师。永远给设法界做模范，做榜样啊！这一部经上三个真实统统具足，助真实慧，为无量人天开真眼。有了智慧，你有能力辨别真妄，什么是真？法性是真。什么是妄？法相是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有能力辨别。啊，真的要掌握住，妄的要放下。啊，妄有妄的用处，可以用它，不要执着它，它是假的。有智慧，他明了是非，他明了邪正，啊，他知道厉害，所以能教化众生啊，帮助众生断恶修善，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这通通都是离苦得乐，啊，到最高层的帮助众生回归自信，啊，就是转凡成圣了，啊，教学的目标是成圣成仙，在佛法成佛成菩萨。没有一样不是把教学摆在第一位，啊，这就是真实智慧。啊，本经得尊普贤品，啊，说开花显示真实之机，这还得了吗？啊，这个开就是讲经教学。要开示啊！啊，花是教学的成就啊，学生都有改变了，小的改变，断恶修善，这是化了，化恶为善呐！啊，大的改变。化迷为悟，啊，到最高的化凡为圣，啊，这就是真实之际了。真实之际，明心见性，成佛了，啊，这是教学的圆满，啊，世间教学没这么高的层次。那佛的教学有这么高，那佛的教学在方法上总纲领总原则就是看破放下，那佛的名字里面叫止观，观是看破，止是放下，那必须你看透了看明白了，你自然放下了，放下什么？烦恼啊，妄想啊，杂念啊，统统放下了。啊，这才能成圣，成仙。啊，放下，本能就现前。啊，现在量子学家承认，古人有一种本能。啊，这种本能甚至于知道几千年以后的事情，就像预言。啊，我们知道科学的兴起才不过三四百年呢，三四百年之前世界上没科学，但是那些古人几千年的古人他怎么会知道现在的事情？啊，怎么会知道？啊，像这个玛雅人，那都是几千年前的。
古老的文化。怎么知道2012年12月21银河对齐啊，这个太空当中星球转的，他怎么会知道这桩事情？啊，所以现在肯定那些土著啊，他们的先人说一定有一种本能啊，这个对的，确实是本能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通通是自心里的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心越清净，跟本能就越接近啊，所以在清净心，本能就有一部分透出来啊。阿罗汉见思烦恼没有了啊，他的智慧能量我们六道里的人不能跟他相比啊。啊，那菩萨更高啊，菩萨不但见思烦恼断了啊，尘沙烦恼断了，他不分别了啊，再往上不起心不动念就见性啊，你见性之后，那真的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那就是你本来是佛，你现在能够修学，能够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恭喜你，你去成佛啊，成佛最好到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毕竟还有许多没有亲身经历的，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加持你。凡是没有经历的，等于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啊，换一句话说，你得到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这个只有在极乐世界才有啊！啊，所以这个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这不得了啊！大乘佛法就学这个，这就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大教缘起品里面说，于真群谋会议真实之理，真实之理就有阶段的，这是随顺众生啊，一般普通六道众生他没有什么志向的，只是我吃饱了穿暖了啊，有房子可以避风，遮避风雨。啊，有田地可耕，他就很快乐了。啊，佛菩萨满足他，啊，教导他，啊，这是完全从事上讲。事实上讲的是因果为主啊，高级的是心性为主啊，低级的欲界天色界天以因果为主啊，啊，易经里头有两句话，积善之家了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本书是中国最古老的书啊，这讲因果报应啊。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
啊，所以圣人教人说，首先教你断恶修善。啊，什么是善呢？根本的善，无论，让你了解人与人的关系，如何把关系处好。你看，做人第一了。啊，关系不外乎五大类。啊，第一个是父子关系，父慈子孝，这个要教啊。啊，第二个是夫妇的关系，啊，夫妇有别。啊，夫妇组成了一个家庭。啊，家庭里面有两桩大事。啊，第一个是衣食住行，物质生活。啊，古时候先生负责。啊，出外谋生了。啊，这是他的任务。第二个大任务，传宗接代。啊，这是妇女她的任务。啊，传宗接代不是生儿育女就行了，不是的，是你怎样把你的儿女教好。母亲是儿女启蒙的老师，所以扎根的教育是父母，是母亲。这个根扎得好，他就成圣成贤；扎得不好，那他就是凡夫。啊，所以古人讲胎教，怀孕的时候有怀孕之礼。啊，怀孕期间，起心动念，啊，言语动作都有一定的规矩。为什么？它影响胎儿。啊，怀孕这10个月，决定不能发脾气，决定不能有不正当的念头。啊，让这个小孩的时候，他所禀赋的完全是正。叫正气呀！啊，所以母亲有这么大的责任呢。啊，把你的儿女都培养成圣人、贤人。啊，根扎好了，这才委托个老师去教。啊，古时候小孩7、8岁，啊，就交给老师去教了。这根是母亲扎的，啊，佛法对母亲重视啊。出家人啊，接收十方供养，这个供养可以养母亲，啊，但是不能养父亲。啊，母亲恩德比父亲大。佛法重孝道，佛法也是以孝为基础。中国传统观，儒家以孝为基础，他们的根完全相同。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啊，所以关系不能不知道啊，关系乱了那个麻烦了，哦，会影响整个社会。
啊，第三个，君臣的关系，今天讲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啊，领导要仁，君要仁，臣要忠。啊，被领导的忠义。啊，领导的要仁爱。啊，第四个人，长幼有序，这叫人什么？敬老尊贤。啊，人人都懂得，年岁比我大的，我一定尊敬他。啊，兄友弟恭啊，这一堂和睦啊。最后一个，朋友有信。啊，所以人际关系不外乎这个五大类，这五大类叫道。如何把这些关系处好，那叫德。啊，就道德了。啊，德里面第一个就是无常，这是根本的，常永恒不变。啊，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你不能说这是古时候的，现在用不上，用不上，天下大乱，你就吃一辈子苦。啊，五伦第一个是仁，第二个是义，第三个是礼，第四个是智，第五个是信，仁义礼智信。啊，《左传》上告诉我们，人气长在腰心。如果人把这五个字丢掉了，啊，那就是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啊，那这个世界就是妖魔鬼怪了，不是人的世界了。那五常是基本的道德，没有一个人不遵守。啊，终身奉行，从它延伸出来，四维八德。千万年前，老祖宗世世代代的就用这四个科目教人，把人全都教好。啊！但是圣贤都知道，人除了那个心善之外，还有心不善的。这不善从什么时候来的呢？从我们从自性里头一念不觉迷了，宇宙跟我就出现了。那个不善，善跟不善同时发生的，觉悟的人就善，迷了的人就不善。啊，八识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啊，莫那识就是我。啊，四大烦恼组成的，迷了，第七识就是迷惑啊。迷得严重啊！没有我，以为有个我啊，所以用我见，
这个见就是执着，执着有个我啊，跟着我一起来的呢，我爱，我爱是他，我痴，这愚痴，我慢，傲慢，这个慢呢就是嗔恚啊，所以我见，我爱，我痴，我慢，这是贪嗔痴啊，三大烦恼跟我四个，所以四大烦恼常相随，他们永远是集合在一起的，是不会分开的。只要有我，就有贪，就有嗔，就有痴，这个东西都麻烦了。所以你说教育多重要啊！啊，教育怎么样？贪嗔痴淡化啊，所以治理理性节制，不能过分啊，过分问题就出来了，有节制啊。那么佛法呢，你要成佛，成佛必须把这个断掉。你看头一个破身见，不执着身是我啊，执着什么？执着念头是我。有外国人哲学家所说的我思故我在啊，很高明，他不执着身是我啊，什么是我？能够思维的就是我啊，中国人讲灵魂啊，生有生死啊，灵魂没有生死啊，死了以后又去投胎，又去找个身体啊，他永远不会死啊，他没有生死啊，但是他迷惑，他不觉悟，所以美其名为灵魂，实际上他不灵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他迷啊，这迷魂是真的啊，一点都不灵，他要灵他就变成佛菩萨啊，那不叫灵魂，叫灵性啊，灵性说老实话，这是真的是我。那性是什么？就是此地讲的真实之际，灵性是真实之际啊，这是真正的我啊，真实之际是所有一切万事万法的本体，在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啊，所以我只有一个啊，是变法界虚空界全是我，你真是全是我，这就对了，一点都不错啊。这个认知之下，变法界虚空界些万事万物，你的看法就平等，你对于这个现象就不起心不动念啊，看到迷惑的众生，你一定会自动会全心全力帮助他回头，就好像我们身体，这身体细胞组成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大概有多少细胞呢？啊，500兆，是50兆，是50兆啊，50兆个细胞组成的，每一个细胞你都会爱它，哪一个细胞有了问题的时候，你都会赶紧去照顾它啊，让它恢复正常啊。那你要晓得
整个宇宙所有一切万法都是我身上的细胞啊，无论哪个细胞出了事情，我一定去帮忙它，赶快让它恢复正常啊，觉悟啊。所以诸佛菩萨哪有不爱众生的道理，他跟众生是一体，是这么个关系啊？这个关系只有佛讲到，其他的没人讲到。啊，中国儒家、道家有这种形容，但不是真的。啊，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它不是亲真。啊，这是心量大说出来的。啊，佛法不是，佛法是真的。啊，真的是一体。啊，近代量子力学对佛法这个说法了提出有力的证明。啊，证明宇宙跟我们自己关系确实是一体。啊，这个时候，其如真实之际，我们自信里头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都显现出来了啊！这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是一样都不缺，圆满一样不缺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那么真定我在哪里呢？真定我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是真实自己。这真的我啊！但是真的我一定要知道，它不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假的。它也不是意念，那个念头啊也是假的。念头怎么生的呢？一念不觉才生的。那一念觉没有念头，所以它不是精神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没有。啊，那是真的我，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它灵明极了。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缺，它能现象。啊，我们今天是迷失了自信，现第六道轮回想。法身大师、诸佛如来，他们是完全觉悟，一点不迷惑，在不在我们人间？在。我们不认识。他为什么现象呢？众生有感，他有因。啊，跟他有缘的众生，起心动念，他全知道。啊，我们身体健康状况，他完全知道。啊，为什么知道？懂，起心动念，心波浪的波动，啊，身体物质细胞。啊，细胞在动，啊，它是无常的，啊，动的频率，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秒钟，1600兆次，这么高的频率在震动，它不动了，不动就没有了，物质现象就没有了，啊，物质现象存在是靠波动，啊，这今天科学发现成为。弦电流啊，这佛经上讲的神秘之法了，被现在科学揭露出来了。
啊，科学家证实了。啊，所以佛确实有能力加持我们身体健康，真有这个能力。啊，身心健康他都能加持。啊，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理，相信这个事实啊。啊，最重要的，我们如何跟诸佛如来去感应？那就是你真正知道有，真实之己。啊，佛法讲佛性，或者讲法性，真有，这不是假的。所有一切修行成佛的人都在这里头。这个里面是光明的，叫大光明藏，它不是黑暗的，迷了才有黑暗，觉了没有黑暗。啊，我们将来证到妙觉位了，也就回到这个地方，回到真实之际，在净土叫常寂光。回到常寂光，常寂光就是真实寂，真实之寂就是常寂光，也叫诸法实相，啊，也叫真如，也叫地业义谛，啊，它真是第一，因为从它出来，所有一切法都是从它这变现出来。这事实真相啊，非常可惜，现在这些真相讲的人太少了，真正学佛的人太少了。佛从哪里学起？从经教学起。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如果不必从经教学习，佛为什么讲49年？啊，经教是什么呢？经教就是帮助我们看破，就是看得破。真正看破，那后头是修行，修行佛就不必说了。为什么呢？你全都明白了。那佛只帮助你看破，放下是你自己事情，他不能帮助你。啊，他跟你讲得很清楚，就这三大类烦恼，通通放下，你就成佛，你跟他一样。啊，你知道了，知道了，你没有办法看破，放下。那还在继续搞掉轮回啊，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啊。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宗法门，能够在这一生往生净土，我们的放下就做圆满了啊。但是要晓得，这绝对不是这一生才遇到的。过去不知道经历多少生多少世，在学习都没放下，没真搞清楚，没有下定决心，所以经上跟我们说，能信能愿念佛往生的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
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得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你才会信，你才会愿意到极乐世界，才肯念佛。啊，这是把底牌掀出来了。啊，我们才想，原来如此啊。不是一时两时啊。啊，事事行善。我们中国古人说，啊，你家里事善，事事积德行善，啊，能出一个尚书啊。古时候的尚书就今天的部长，啊，能出一个做这么大官的人物啊，能发大财啊，做大官呐、啊，啊，是是啊，啊，五十六世，大概做个县市长啊，啊，一世两世。他可是个村长、里长啊，统统都是有因的。那没有因的，那你没有你的份的。啊，做大官的、发大财的，都是前世积功累德。啊，但是最重要是觉悟。啊，觉悟什么？你有机会不会堕落。有机会超越，超越六道。啊，行善积德不容易超越。啊，他对这个事法留念了。啊，心不开明啊。啊，我们这一生。生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是名副其实的乱世，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啊，我们碰到了，在这个时代还能遇到佛法，遇到佛法的大乘，遇到大乘的净宗，真正不可思议。啊，遇到这一部回集本，遇到这一部集注，啊，让我们对经宗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这才真的有了信心，啊，真的要求往生，而且有把握求往生，啊，把握在哪里呢？放得下就是把握。真放下了，不再留恋了，这一生要真去啊！啊，极乐世界这么好啊，现在才发现呢、啊。啊，变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啊，啊，第一个道场，极乐世界是道场，第一道场，啊。进入这个道场，没有一个不是圆满成就。啊，成就三个真实：真实之机、真实智慧、真实之力、利益。啊，这个下面讲的，与真群盟，会以真实之力，这三个都得到。啊，经云主真实慧，此三句虽各有意，而其真实则不二也。你看，都是三，都真实。啊，即真实。啊，智慧真实，利益真实。啊，同一个真实啊。
真者真如也，实者实相也。啊，这具体给我们说明，啊，真如实相都是自性的别名，换一句话说，全是心得了。啊，自性本具的智慧的相出来了。啊，我们可以配在这三句上说，真实之际是本体离体啊，自性的离体，真实智慧是其用，啊，体相用啊，真实之力呢是现象，设法界一真庄严之相啊，啊，自性的体相作用，啊，都显现出来了。啊，相跟作用也可以互相交换。啊，说智慧实相可以，说利益实相也可以，啊，这是可以互相说的。为什么呢？智慧里头有相，相里面有智慧，啊，但是都是体的作用。如果从体用两个字来讲，智慧跟力都是属于相，体用都是属于用。啊，用里头有相用。观佛三昧经云，佛第一果德，真如实相，第一义空。啊，观佛三昧经上说的。啊，成佛了，这叫佛底果德。啊，果就是真实之际。啊，德呢，就是讲的智慧德相。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个真如实相，实相无相，实相无不相，无相是实相的体，无不相是实相的作用，体用是一不是二。第一义空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啊，第一义是从体上说的，从相上见到体，知道相是幻象。啊，相不要去执着它，这叫第一义空，不能占有，不能执着，不能控制，不能支配，你起这些念头全都是妄心啊！但是六道凡夫
这四个权有，想占有，想控制，啊，想自己来分配，啊，都有这些欲望，欲望是假的，事也是假的，相也是假的，总要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呢？你烦恼就没有了，你才能够跟心得相应啊！啊，在这个世间恒顺众生。啊，顺着他，不要违逆，违逆他就不听你的了。顺着他，慢慢、逐渐、逐渐，从虚幻回归到真实，啊，他才能接受啊，能听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释迦牟尼佛当年教学，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用了12年了，完全随顺大家呀。12年之后，大家觉得释迦牟尼佛是个好人啊，跟我们讲的都是好事，对他有信心了啊。再讲方等，方等人引导你入大乘，引导你认识真实，啊，8年，啊，是引导。8年之后，再跟你讲真的，就讲诸法实相，讲真的般若。前面20年的基础。人才相信啊，现在没有基础，一下就叫他讲这，可也真不容易啊！啊，那就是说了，他过去生中没有相当的功底，他怎么会接受？啊，不但不接受，他还要排斥，所以不接受排斥是正常。啊，真正能够接受欢喜接受，我们知道过去生中修学的底蕴很深呐。啊，他接触到他就相信了。啊，所以教初学啊，根基不厚的要以因果为主导，设法界不出因果，啊，有这样的根基了，再慢慢跟他讲信心，啊，大乘讲信心呐，这底下说解释什么叫真实之极，穷极。真如实相之原底，曰真实之际。际是什么？边际。啊，真如实相的边际，真如佛相的核心。啊，真如说，其大无外，是边际；其小无内，那也是边际。啊，大小的边际，内外的边际，都是不可思议。为什么找不到啊？真的没有边际 啊，这叫真实之际，就是自性。啊，这个真实之际是，你真正能够彻底。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你就证得了。你证得也说不出，为什么？言语没有这个能力，
思维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告诉你一句真话，叫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后面四个字叫为真放之，你放下了，你就完全明白了。你完全明白，你也说不出来，你也无法想象，所以用思考、用言语，只能到一个阶段。它是有范围、有局限的，言语有局限，思维有局限，言维的局限小，思维的局限大一点，还是有局限。思维的局限，佛告诉我们，就到阿赖耶。那么今天的科学家到了这个思维言语的极限了。再向上提升呢，那只有把烦恼放下，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就契入了。那就证得真实之机了。当来一切寒灵，皆因弥陀一尘缘海，六字洪名而得度脱者，真实之理。这真实之理特别就指这个。那么这个真实之理，在八万四千法门里头，只有净宗，其他的没有。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我们今天遇到三种真实，你自己要不知道、不了解这个宝贵，你轻易把它放过，就继续搞轮回。下一次再遇到，不知道到哪一劫去了。一定要记住，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必须要得人生，还得要遇到佛法。那么你看看现在佛法这个样子，从最近这200年，佛法一直走下坡。我来生得人生，还能遇到佛法吗？靠不住了。现在经典是有，没人读啊，没人学啊，没人讲啊。在人生还能遇到吗？所以现在迫切需要的，比什么都重要的，学三个根，学文言。那为什么这些典籍还在啊？你还有能力去读啊，你还有能力去学啊。你没有三个根，没有文言文，这些典籍留的人没用处啊。今天认真办学，教三个根，教文言文，这是大圣人啊，圣贤事业莫过于此啊！这个是基础，真正的基础啊！有这个基础，下一代、再一代，三五代之后，就会开花结果。如果这一代把这个东西收获了，那就完了。今天八万四千法门，哪个法门都没用处。为什么呢？都不是认真去修学。认真去修也得不到。黄念老的话跟我讲过好多遍。修禅得不到禅定，别说开悟了。
禅定都得不到。啊，学密，三密不能相应。啊，学教没人教了，要靠自己去摸索，太辛苦了。啊，找谁呢？要找古人的著述。啊，现在人没人教，只有看古著。啊，古著难懂，文言文写的。没有相当文言文的根底，你没办法学。啊，那想自成就，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保证你自己可以成就。啊，要成就佛法。希望帮一把忙，让正法久住。那唯一的办法，自己认真修行。啊，佛菩萨慈悲加持你，啊，让你长寿。长寿的目的在哪里？就叫你做个好榜样。啊，把这经讲透，讲明白。重新扎根呐！啊，怎么样叫现在人能够相信呢？啊，祖宗留下来真实的宝藏。全世界每一个族群，只有中国老祖宗留下来了，啊，印度都没有了。佛法在中国，不在印度啊。啊，所以我们要有使命感，啊，要有责任感。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啊，是释迦牟尼佛历代祖师世世经营的事业，到我们手上断掉了，我们怎么对得起孤身先贤？啊，我们不认真学习就错了。认真学习没有别的，就是放下，难舍能舍。啊，难不就这桩事情吗？啊，要把名利放下。要把身心世界放下。啊，恢复到自己的清净平等觉，你就有能力啊，继承正法，啊，传承正法，啊，心底如果是没有清净平等觉，不行啊，啊，当前破药的这一典籍，我们从哪里入门？净宗，从净土三经。啊，印光大师，这是最近的一个善知识。他的文抄必须认真学习。啊，文抄里头给我们很多信息，佛法怎么衰的，世法怎么乱的，
老人家看得很清楚啊，讲得很明白了。我们要认真学习，啊，读这些书，看智慧，知道在现前这个社会，我们如何随时随缘、随顺时代，啊，不能逆着走。啊，知道这个世界许许多多不如法的，我们要随顺，随顺里面我们实现一个恰当的榜样，就是大众看到还欢喜，还能接受，啊，做得太过分的时候都不能接受。啊，这个地方的分寸是活泼的，啊，持戒很重要。现在叫人持戒行吗？不行啊。他说这个戒律是吃人的。啊，为什么学这个东西？这些东西释迦牟尼佛制定的。啊，3000年前印度人的生活规范。啊，现在3000年后，现在到于何此时代了？啊，我们怎么会开倒车？啊，他说的真正有道啊，真正有慈啊，随顺他。啊，能够吃肉边菜就不错了，就很难得了。啊，能够不杀生就好了。啊，所以这个车麻子必定要放松，不放松就害了佛法。啊，佛法更没有人学了。啊，放宽一点，哎，大家哎，这还可以。啊，我们要成就，那就是一心向往极乐世界，专念。阿弥陀佛，啊，经上讲的很清楚，发菩提心，菩提心觉悟了，觉悟就是放下，没放下没觉悟，啊，一心向往极乐世界，啊，这个世界过一天算一天。啊，极乐是老家，啊，常常想着我要回老家。我们这现在在外头做客，啊，大乘义章，这解释会，啊，真实智慧，是会什么意思？居心方便，观大为慧。这句话说得好啊！居是根据，啊，行是我们的行为、思想、言行，这就方便了。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此时此地最恰当的方法，所以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这叫行方便啊。啊，观大为慧啊，观是你的心，你的清净心，大是通达明了，这是智慧。有真实智慧，你才有方便法门。啊，
方便完全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就是随机应变啊，现前最妥善的方法，这叫方便。啊，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佛法没有定法。释迦牟尼佛教给我全是方便法，他所讲的都是原理原则，我们要会用，知道原理原则，在现前这个社会这种状况，我们知道怎样用，说何学何用，它不是时代版的啊，戒律精神一定要掌握住啊，方式是活动的啊，戒帮助我们得定，定帮助我们开慧的，所以定也不是一定的方法。八万四千法门，修定的八万四千种的方法，啊，通通是修定，啊，得定那个效果完全相同，方法不一样，啊，我们今天修定就是用念佛。把烦恼念掉，把分别念掉，把执着念掉，啊，这一句佛号就行，不要再添麻烦了，啊，这叫专修，这叫一门深入，啊，一门成就，一切法门都成就，因为一切法门都是修道清净平等觉的，我们这一门修成了，不就是门门目的都达到了？又何况这个法门，只要肯发心，你就得阿弥陀佛的加持。啊，不仅是升到极乐世界。我这里发心，发的是真心，弥陀就加持，啊，感应就通了嘛。就实而论呢，真心体面呢，它本来是光明的，自性无暗。自信没有迷呀，啊，能大师说得很好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无生灭，它不生不灭，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光明。啊，具足德相，这叫慧。是乃以明自本性，见自本性，方明慧也。啊，这是给我们一个明显的标准。啊，你要记住，心是本心，性是本性，不是从外头来的。所以，佛法跟其他的法不一样，它不向外求。
完全向内。啊，佛学称为内学，经典称为内典，啊，通通向内，不向外。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到这里。